你妈我当年文化课、专业课全省都是排名靠前的，怎么生了你这？哎，妈，题有点难，让你停了吗？文化课文化课全班垫底儿，专业课我天天在你跟前，你都不好好练。哎，你看看周围同学条件没你好的，哪个不比你优秀？哎，你这次月考排名多少啊？我这次考的特别差。那个题超纲了，题难是吧？你不是全班第三吗？军木服拿到了之后赶快试，尺寸不合适找我来换、你们班这套有差癌了的没？我给你拿。Later。 哎呀，夏天还没来呢就这么黑了，背上还长痘了，完了完了。想变白还不简单？给我一直在用的水之扣白嫩 CP， 这怎么用啊？先用这个沐浴露疙瘩痘印啥的，用完皮肤又滑又嫩，接着涂水之扣身体乳，它是有14天报告的，烟酰胺足足加到5%，想不白都难。我就用了14天，你看效果是不是很明显？而且质地清爽，吸收也快。白茶香哎，好好闻。你是不知道，我因为后背长痘困扰了我好久。你对这些都好了解、我对这些都可有研究了。以后我想当个美妆博主。你要是把那点心思放在学习上，那大学早一脚迈进去了。长得好看能考750啊！来，走，翻。老师再见。看他干嘛？看前面。翻，走。起来，眼泪擦了。妈，我不想学舞蹈。为啥别人一遍就会到你这儿就不行啊？文化课，文化课。